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核心图，那以这样 来做是没办法的，哦，它这边有一个 Ctrl HFit 跟 PS、Touch， 那我们这边要稍微改一下我们的资料的摆放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摆在这边，哦，然后 Fit 这个摆这边，我们这个把它摆这边，然后第一组的资料是这样，然后第二组的是这样，因为它都只有三个，哦，所以等一下做出来都会不漂亮，哦，就是没有头没有尾，就只有身体，不过我们先把那个做完再说啦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建立了，我们画这个，那我们就 X meaning Y， OK， 我们 X 是4这个没有错嘛，然后 meaning Y 就 Y2 Y box 3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画出来了， OK， 那我们这边因为大家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并没有这个虚和图，只有和没有虚，那我们因为资料太少，我们把一些东西把它加上去，假设我们加了一些，哦，我们放了一些资料好了，我这边把它贴上去比较，假设是这样子，哦，贴上一些资料， OK， 我们再看一下，那这边它就有虚跟和了，哦，那如果我们还需要把这些点也附上去的，哦，那你这时候你就要用加资料的方式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怎么去做上去，哦，就是把这一些资料也把它这一点也把它附上去，哦，我们把它附上去，我们在这边我们在 graph page 我们加 plot，哦，OK， 我们加了一个 plot 是 scatter plot，哦，然后 scatter plot 这是一个 vertical，哦哦，我们这边是属于 vertical，哦，point，哦，垂直的点图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一样 ，X meaning Y，哦，我们的 X 是这个4的 ，Y 是 Y1、Y2、Y3，那我这样把它画上去，那这边点这个点就出来了，哦，那你这边点你可以把它放漂亮一点，啊，因为这边是在 Plot 2这边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个 symbol 我们把那个稍微放大一点，放黑色。红色的好了 ，OK， 我们把它按 OK 了。那这样你就在核心图里面也有点图，那这个方式的做法就这样。那我这个的展示就做到这里截止了，谢谢。